地上一片狼藉。小李同志今天心血来潮，在这收拾棍儿呢。这是干啥的呀？那戒指不让你卖了吗？换钱了吗？喝酒了吗？啊，你为啥心血来潮收拾棍儿啊？是不是因为自己藏的私房钱有点记不住放哪儿了呀？我只要把萌萌病历收拾收拾，半年以后复诊嘛，快点。这个是我最近在用的三毛道静养修护洗发乳，这个是乳液的质地，泡沫特别丰富，这味道可香了，但是一点都不刺鼻。它加了很多天然谷物成分，像我常年染烫、毛躁、干涩发质就很适合，而且不会感觉油腻。洗完头后再配上这个三毛道质感修护发乳，可以让头发更加的柔顺，同时还可以增加所需的水分和养分。像按摩1到3分钟，给它冲洗掉就可以了。洗完感觉好舒服呀。头发吹干了，老顺滑了。给你们看看俺家这小精神病，披头散发的，这怎么的？内衣外穿，这什么搭配呀？像不像那个？像啥呀？肌肉男。像傻子。你把上面那娃娃拿掉，我给他们看一下萌萌小时候的照片。看这张照片，我领他去照的。这张露出来，露出来，看那两颗小牙。哈哈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崽子翻到了我姑娘的第一张照片，这在我肚子里头拍的。你看这医院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？你看我多少岁？285岁。28.5。我285岁的时候怀的我姑娘。多不多？啥呀？奖状，基本上都是我的，你羡慕吗？你有啥奖状？你羡慕羡慕？我不羡慕。看，首先这是我姑娘的考级证书，舞蹈的。好不好看？这俩马尾还扎歪了。我记得这是幼儿园老师给扎的，然后我带她去拍的照片呢。好看。这是啥？会说话。这是我的了，算了吧，不给你看了。你看你羡慕，这也是我的。有几个？我看啊，这也是我的。啊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。哎呀！给你们看看我俩登记的照片，那个时候好青涩呀，小李子好瘦啊。这个眼睛还没睁开，这个当初为啥要要啊？你挑的。好像就照了3张，没办法，我俩终于知道我俩啥时候结婚的了。9月28号，这是登记时间。然后10月20号，10月20号结的婚，办的婚礼好像是。俺俩从来没过过结婚纪念日，从来都不记得。按哪个算呢？应该按结婚那天吧。我不知道啊。反正你按这个也行，过两次，男的得买礼物。好，跟你没关系是吧？青春呐、啊，啥喝？我的宝物啊，这是。没事的时候打开看一看，瞅一瞅。没事跟你李哥学一学，作为有文化、有知识的上进的五好青年。酸呐！没事打开看。